端阳头一部剧《龙王祭》十一号串头登场，馆长王惠美、龙州委员会主委杜淑美等等，伫鹿港龙山寺恭请龙王起驾，随后前往鹿港天后宫恭迎水仙尊王。下晡前往福禄溪为白龙尊开光点眼，圆满完成龙王祭典仪式。鹿港地区有龙王祭的，真的还是全国只有鹿港有哦。那我们首先会先来到龙山寺，把咱的龙王请出来，然后到妈祖宫，把咱的水仙王也请出来。那一起呢，到我们的这个华龙洲的福禄溪的这个现场呢，啊，我们会举办有祈福仪式。然后呢，咱的这个龙王跟咱的这个啊水仙王都会伫遮哈啊定点，然后保庇咱的这个啊整体活动会使顺利圆满哦。龙王祭典活动有闹热的龙王庙景顺利，甲白龙尊夜店菜街替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揭开序幕。王馆长也在场，分享真龙啊花，以祝现场的民众母亲节快乐。过个母亲节，也祝在场的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，也感谢我们现场的我们所有的城关处、文化局，还有我们的教育处所有的工作人员今天的辛苦，再次感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彰化，彰化上水。美丽鹿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六月初五到七号有精彩的夜间飞龙船比赛，邀请乡亲对今仔日开始到六月初九，做伙来鹿港体验怀旧创新的端午风情，品味鹿港的水。公益频道罗清良鹿港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